这两位是日本的上司啊姊妹啊，或者森风花加庄琪琪，伫咧社群媒体打出着因来台湾佚佗的相片，包括西门町、南机场、高雄啊、古街啊等等的景点，伫咧网络顶头，因有不少粉丝。这相片唔呐看风景，较重要的是看人啦。有人感觉小妹庄琪琪足古锥咧，欢迎因来台湾世界佚佗。毛网友心内真正痒痒中，未输你谈恋爱，希望有机会跟因约会。未少网友拢真介意这对相生啊姊妹啊，伊嘛常常伫影音平台分享因跳舞、唱歌的画面，所以伫网络顶我也作红咧。尤其一挂相片，迄种的水，敢那拢唔是天然的同款。过去伫伊美诊所做护理师的申风花、庄琪琪，被星探发现了后，即摆两个人拢是女团的成员，即边来到台湾佚佗，嘛吸引到更加侪台湾人的注意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